Hello， 今天又教大家一个新花样，黄贝下锅煮，加葱煮开，捞出备用。把肉取出来，汤汁倒出来，汤汁里下少许盐，打两个鸡蛋一起搅拌均匀，蛋液装在壳子里，水开蒸三分钟，蒸好取出。青豆、胡萝卜丁、虾仁过水捞出，锅内下黄油，来点洋葱末炒香，倒入锅内炒，调料下盐、胡椒粉，中火炒入味即可。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就是一本活菜谱，当你不知道吃啥，随时来我这边找灵感。如果懒得做，来我这边我请客哦。